邓东尼，你三兄弟也不是结拜做兄弟，你现在什么都想起来啊，也当做你的单亲妃啊，你哪会愿意率领跟他相认啊？也还有啊，拄则你对彭亚武安尼借口倒下，你是安怎？因为当年我为着要叫阮大兄替董庆志受伤了的代志，我拢想起来。你想起什么人对你亏欠啊？我是想不起来到底是谁在追杀阮啊！我干哪会记啊？你当初大兄为着要把我抓回来，是拼性命咧搞爱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后来彭瑶母认为讲我会拖落去，为着要保命，就一口把我踢落去山脚。你确实啊，有分彭瑶母的理由啊。也毋过我咧听起来，我顶多感谢彭瑶母。当当年若毋是一脚把你踢落山脚，我嘛无机会跟你做伙。这二十八年来，是我一生中上幸福的日子。妹妹，你敢有想过，准讲当年你无救我，你有可能拄到其他查甫人，唔是你创造出来，是真正的人，会当陪伴你一世人。安尼，你有变成你即马安尼这样受伤吗？有可能啊。不过这些代志拢无发生，嘛无这个人。我家知影，我一生中上爱查甫人，就是青木杨倩。妹妹，是的啦，我已经答应要和你当做你的单亲妃，还佫讲这个。放心啦，我会早早好起来。对啦，你不是讲你佫有代志？你是要去倒位啊？我想讲来去看一下啦。伊打电话甲我讲，讲董宇无去啊，伊足烦恼的啦。我想讲过来看一下，关心一下，看要紧吧。哦，安尼哦，无你紧去啦。妹妹，紫薇是我的后生，毕竟是我真正的家庭。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回去的。我无想温暖你。也无希望讲你继续把当作是亲母养子。我知啦，进去。杨姐，你对我坦白，对我来讲是一种责任，也是一种温柔。你这么好。是要来给你放下。你走了后，我是要安怎？对，紫薇不去上班哦。皇家食堂一边哦，嘛有听讲冬雨离家出走的代志啊。啊，就讲紫薇若心情不好，会当先休困，免去上班啦。对，紫薇，啊，冬雨有可能去的所在，你敢拢去找过啊？我拢已经找过啊，拢找无啦。怎么才是？我就惊冬雨会想袂开，万不会伊甲维云同款，那是要安怎？啊，所以你手机啊顾的，就是惊讲冬雨若出代志，警方打电话给你哦。我唔是要接到这种电话，我是咧等冬雨靠我啊。啊，紫薇，你莫惊啦，没有这款电话啊，莫听青木先生哦，听后辈人讲。还有够啦，你拢无食物件呢？阿妈去煮一寡物件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妈，你不用煮了，我走不下来了。你都
无食物件哪会硬的啦？安尼会怕歹身体呢？无我去煮一个鸡汤给你啉啦，啊，你会当啉偌济算偌济啦，好不好？不准做啊！这位，你无想食物件哦？行，搞出来。你要带紫薇去倒位啦？去一个会当让伊有精神的所在啦。陈先生，你知影冬雨伫倒位对无？我唔知啦，啊，不过看你咧要死哦，我看足艰苦的啦。什么代志都无在条做啦，手机啊顾会咧啊流目屎啦。啊，无你著小想看卖，就讲冬雨的卡来，伊敢有可能会离开哦啦？这我嘛知影。啊！不过我著真正唔知影，我即摆会使做啥物代志啊！啊！你唔是讲你想要出国读书，想要让家己变到更加有能力，会当在冬雨需要你的时阵，互伊砸风票哦！啊！想，我当然嘛想。啊！不过我爱等冬雨回来啊！啊！你无做个啥物代志，我免做哦！你这样歹要创啥啦？啊！紫薇即摆都已经足艰苦啊！还够有力啦！唔知我个两寸公，哎，这么指挥下小学生哦，拜托的好心拢归还呀。后盖人生够真多代志要去处理，要去面对的啦。都有淡薄代志，你都要死要死，拢嘛你啦，小命命甲心歹。好心，你家想看麦？你叫我爸爸叫几遍啦？查甫囝还咧计较济。好几久啊姐，来，你调出来。这么刚是爸爸在关教好心啊，啊连我嘛好进归美仓了呀。这个阿伯哪会一个人在这里做啊？搞么真奇怪。顶回我经过这的时阵，嘛参照囡仔同款，伊家己一个人在做代志。我了去买凉的给伊啉，甲伊开讲，后来才知影讲，因为厝内欠钱，还毋过找无头路，等来当地才做粗工。还毋过因为伊的脚手较慢啦，人做一点钟，伊就爱做两点钟，伊就找工头参详啦。讲伊愿意甲家己的苦打做完，加班做完了后，卖去拖累负责个。工头才可以哦，继续做。你今日嘛是过辛苦哦。是啊，之前我嘛是安尼甲伊讲啦，啊，不过大家拢笑笑甲我讲，伊会当有这个工课哦，维持伊的生活，伊感觉足感恩的，一点仔拢袂感觉辛苦。当然后一顿咧都拢唔知咧，所以有种态度咧拼命，啊，你咧。我无讲你袂当去烦恼东西啊，啊，不过你袂当失志啊。你啥拢唔做，唔食唔困，互你妈烦恼，你安尼做甘掉？你这世界上每一个人拢为着生活咧打拼，东西嘛是同款。东西离开是因为伊想要改变生活，找着全新的家己。啊，你咧？啥啥古有讲你想要成功啦，拄着代志你安尼软烧烧，要死啦！你安尼敢真正有才调，好当我看？是我想过两只，那你带我振作起来，为着恁妈，为着冬雨，更加为着你家己，好好打拼。陈志威，安尼对啊，查甫的人会当流汗，袂当流目屎，遗憾过去不如创造未来。啊！恁这是胆大大叫！我了解。你什么声？鸟屎在干哟！较大声的。我了解。嗯。原来这都是爸爸教囝。我等这么久，真正等到这天啊！咱一个伙啊！真正团圆啊！嗯，够唔着吧？哇，食甲足饱，
多谢青木先生伊的招待。嗯，今日辛苦你了。袂啊，袂辛苦啊。我感觉今仔日过了足好诶，足有意义诶。嗯，多谢青木先生，你给我这个机会。你看会出来，我对伊做了无好，啊！你给我指教，真正足多谢你诶。我敬你一杯。嗯，你卖嫌我啰嗦就好啊。喂。妹，我袂感觉你啰嗦，我就爱听诶。细汉诶时阵，我做毋着代志，阮妈就会甲我讲，讲我就是无阮爸诶教示，我才会安尼学袂来。迄当阵我咧想，假使阮爸若伫诶，伊会安怎甲我教示啊？我即摆了解啊，爸爸的教示哦，确实足威严的，啊，不过足有道理。金木先生，嗯，我知影你平常时哦足无用的，啊，不过你若是有用哦，你得爱记得，你爱找我，因为我足介意哦，甲你开讲的，我嘛足介意哦，甲你到底。我更加介意你跟我假戏，我搁见你，你放心啦，后盖吼你会常常看到我，甚至吼会当逐天看到我，啊！敢真正有这尼啊幸运的代志哦？安尼看起来，你的做安定嘛无啥物了不起啊。我即马有青木先生做我的靠山，我以后会打拼，我会亲像青木先生同款成功。那个，我得在乎阮妈，还佫有小春，还佫有我想爱的冬雨，过好日子。冬雨，你伫遐等我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子薇，你放心，爸爸一定把我所知影的一切拢教予你，我嘛一定帮助你成功，替你实现你所有愿望。